睇睇啲金融股啊，咁啊睇啊只友邦啊，咁啊 Amy 嚟嘅，佢就84蚊買咗啦。佢話啊，佢想90蚊就止賺，你覺得係咪太保守咧？咁啊咧，現時嗰個嘅資金流向咧，就咧唔係真係咁多係流入呢一個嘅友邦嗰度啦，咁啊，咁啊咧變咗咧就對於嗰一個嘅股價表現咧，即係咧稍微係謹慎啲咧，我自己覺得咧亦都係咧比較上係合理嘅。咁咧就即係一般嗰一個嘅部署嚟講咧，咁咧就如果咧你話咧可能日內高位，咁啊咧譬如咧就去到90到92蚊之間呢一啲位置嘅話，咁啊代表咗咧其實就冇乜力再上嘅，咁啊咧部署離場咧都係一個咧適合嘅啊操作嚟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見到咧，可能佢個股價咧係咧去到係咧90蚊或以上嚟到去作為一個收市價嘅時候咧，咁啊代表咧未來咧嗰一個嘅買盤嘅積極性咧就仍然係喺度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嚇，可以咧就再揸住嚟到佢咧，就稍微去上望一下咧，睇下有冇機會咧就去到介乎94到96蚊之間咧先至考慮離場咯。